哦，大哥，飞过来过来，中奖起来！哦。这么看着一文钱，好了，开始讲解了。就是因为1:500的中国国航交流。1:02啊！没事没事，1:200几至400嘅中国国航啊，曾经依架飞过香港嘅，而家未派依架啦。系330283031319嗰个站，依架飞咗去飞国际线远少少，唔系香港啊，菲律宾啊、澳纽啊，甚至乎北美、欧洲都系飞呢一只机，日本曾经飞过，而家又换咗个机种啊。香港第一次系2016年嘅时候，1617嘅时候。我做官有引擎啦、升降台啦、尾台啦吓，都有引擎，咩？佢嘅新机一样啊，边度一样嘅？唔明白有咩？火车好似啊？大嗰個 GT 引擎一款嘅，機身咧就係咁嘅，唔係白色，係黑色嚟嘅，黑色都係周年版嗰個版本嚟嘅，真嘅有嘅，咁好，多謝觀眾嘅 Baby Line 都 Line 出嚟，再見，下次再見，拜。